十集《忠诚迷失》，吉亚多敌我不分。小家伙，竟然进化了！土地龙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我已经进化了，不再是小家伙。天真呀，天真！就算进化了又能怎么样啊？还照样不是我的对手。竟敢小看我！来呀，决斗呀！让我看看你最强大的本领呀！哼，我的拳头就已经很强大。徒手搏斗啊！耶！师弟龙，就算我用拳头也能打败你。太小看我了。嘿嘿嘿，不告诉你。你以为不告诉我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金牛星龙，摩羯星龙，吉尔多，我们来了。赤地龙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一下子全来了，真热闹。赤地龙，害怕了吧？三打一，这次就算闭着眼睛也能打败你。不一定，我看更像二打二。为什么？看我的，无影术！啊！吉亚毒！雷古曼，快醒醒！雷古曼好像……要是雷古曼完蛋了，斗龙战士是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哈哈哈哈！钢裂龙，要是雷古曼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第一个不放过你！好笑了，刺伤雷古曼的明明是你们，怎么把账算到我头上来了？胡说！要不是你指挥雷古曼跟我们作对，雷古曼现在根本不会受伤。雷古曼，听到没有？你被嫌弃没用了呀！我是我，不会这么容易被击倒的。我要报仇！嘿嘿，这才是雷古曼。狮子星龙，雷古曼越来越不对劲了，要不我们先把武器夺回来。不行，要是我们拔出了武器，雷古曼很可能就……哈哈，现在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，你们再也没有退路了。雷古曼，赶紧给我消灭他们。是。雷古曼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赶紧出招！遵命，乾坤！怎么办？没用的家伙！钢裂龙，闭嘴！你没资格这样说雷古曼。狮子星龙，我们一起为雷古曼报仇！呵呵，没有了武器，你们还会是我的对手吗？单凭粉狮子就足以打败你，还有我，烈火拳击，烈赤火球。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最强大的攻击，火力喷射。受够你了。
还有斗龙战士在身边，简直不堪一击。淘气龙，你别嚣张，东方梦一定会来找我的。也许吧，等到你消失的那一刻，说不定斗龙战士就会出现了。不，我现在就要进化打败你。哈哈，别忘了，你是一只被斗龙战士控制的恐龙，没有斗龙战士在身边，你拿什么来进化？你别管我，我有办法。哈哈，我就睁大眼睛看看你能有什么办法。东方梦，我要进化。嘿嘿，终于起效了。赤地龙，你对吉亚多做了什么？既然你向我提出问题，我有义务要回答你一下，免得你纠缠不止。真啰嗦，快说，否则我绝饶不了你。小家伙中了我的独门土影术，灵魂已经被分裂出来了，也就是说，一会儿他醒过来之后会忘记你们是谁，变成我的拍档了。赤地龙，你这番话只能吓唬人类小孩子，吓唬不了我们。说得对，我们可是很有见识的，什么大场面没见过，就凭你这点小骗术想骗我们，没门。嘿嘿，你们难道就不怕我对你们使用土影术？赤地龙，你是吓唬我们上瘾了吧？赤地龙，赶快交代你对吉亚多做了什么，为什么他会昏迷？等他醒过来，你们问问他不就知道了吗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就让你试试我的最新武器的厉害，极光喷射器。千手权杖，我们追，天翼射击，吉亚托，赶快行刑！我在这里。吉亚多，吉亚多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吉亚多，你还好吗？吉亚多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吉亚多，你在看什么呀？吉亚多，听我的指挥，消灭他们。是。怎么回事？耶！浑浊风暴。周吉龙，我为什么会来到你的地盘呀？这还用问为什么吗？周巨龙，你觉得我该问什么呀？你该问问自己还能活多久。用我的能力，我会活到世界末日。你觉得我会让你活那么久吗？周巨龙，这个问题应该是我反问你，在人类世界让你侥幸逃过一劫，今天你主动送上门来，绝不会再放过你。宝贝龙，仔细看清这是哪里。又怎么了？你说这是你的地盘，属下龙运吗？哈哈，既然你清楚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没有了战斗开道，也没有什么兴隆助阵，你拿什么来跟我决斗呀？天都快亮了，
你到底带我们去哪里呀？别吵呀，我不是正在带你去找吗？皮皮龙，说话态度好一点啊，小心我要了你的小命。嘀咕，阿迪威胁我。嘘，都别吵了，皮皮龙，你认真想一想，千帆到底躲在哪里？好像是，我记起来了，他不在工业区内，在外面呢。啊，什么？别打我！走吧，我们到外面去找找。皮皮龙，要是这次还找不到千帆，你就完蛋了。哼。千帆，你要赶快离开这里呀！吉亚多，干得不错。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吉亚多，你在乱说什么呀？你们是谁？真爱多管闲事。吉亚多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吉亚多好像不知道我们是谁。你们到底是谁？嘿嘿，你们睁大眼睛，仔细看看吉亚多有什么不同了。身边多了一个虚影。对，就是那只虚影在作怪。嘿嘿，那是吉亚多灵魂被分裂出来的一个影子，代表吉亚多忘记你们了。不可能，吉亚多，你快醒醒。我现在很清醒。啊，不，你被赤地龙控制了。你们到底想怎样？吉亚多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够了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现在很清醒，不认识你们。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你们还是接受现实吧。吉亚多，我们一起消灭他们。是。魔界星龙，我们要逃还是反击呀？先逃了再说。酸酸抓。浑浊风暴。胆小鬼，你是逃不掉的。妈妈，我才不是胆小鬼。既然不是胆小鬼，就站住与我决斗。环妞不在身边，我没心情和你决斗。胆小鬼，我看你还能逃到哪里去。糟糕，那些男人都死了，要是能逃得去，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在哪里？胆小鬼呢？幸运多了，至少还能知道宝贝龙的情况。加比娜现在是生是死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翼龙宫真是一个邪恶的空间，
遇到危险了。不管了，我要去救他。等等我，别。真是笨死了，忘了人类不能进入翼龙域。天化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这个笨丫头，要帮助森美拉就要启动龙印之石。对哦，就让我来给你示范一遍。嘿，看好了，方向龙印之石，战斗模式启动，斗龙进化，卡威力。东方木，你也成功了。轮到我了，木下龙印之石，战斗模式启动，斗龙进化，森美拉。龙印之石能不断赐给我们力量，给予宝贝龙支持。小易，别担心，我们的命运和宝贝龙是连接在一起的。啊，吉亚多一定会胜利的。我劝你们都放松一点，就算我们的排档被控制了，但不是还有十二星龙吗？是的，十二星龙是清醒的。我相信我们斗龙战士的信念力量，我也相信我们十二星龙的力量。是的，十二星龙和宝贝龙一定能战胜变形恐龙的。Happy， 天秤星龙回来了。各位，本大人的任务完成了。不，你们的任务还没开始。是啊，本大人要进翼龙域协助卡维利。天化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森美拉为什么又和你分开了？森美拉现在和假面龙在一起。又是假面龙，太可恶了，我要去消灭它。事不宜迟，天秤星龙和巨蟹星龙马上进入翼龙域。从哪里进？龙印之门。啊，本大人终于可以试试这个神奇的东西了。本星龙只想立马消灭假面龙。哎哎哎，一对新龙进去了，希望能顺利归来。